2018超变战陀火爆来袭。2018年，在动漫玩具圈中，全新 IP 超变战陀横空出世。超变战陀动画片投放全国16个主流卡通卫视少儿频道，覆盖22个省、225个地级市、313个县级市。四轮动画片共播放36080分钟，动画收视一路上扬，一度冲上全国排行榜第三，打造了一个现象级的 IP， 圈粉无数，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。在线下，战陀王挑战赛执行28613场周赛，覆盖超过150个城市、10611个网点、150多场大型月赛嘉年华，合计参赛人数达13607人。五大核心省份广东、福建、江苏、山东、浙江，有点局面，媒体联动，引爆全国战陀新潮流。广东关键词持续。五一电视挑战赛广州赛区的比赛现场，六一电视挑战赛广州赛区正式开赛。广东少儿频道全家来体验栏目联手三宝玩具，在广州举办战陀王五一电视挑战赛、战陀王六一电视挑战赛等共计三场大赛，超过600人参加比赛，反响热烈。加油！加油啊！加油啊！今天跟孩子参加了亲子比赛，拿到了冠军，感觉孩子真的特别的棒。加油！广东省以广州、深圳、东莞、佛山四大城市为核心，推广线上线下活动4800场，参与人次达48000人次，范围之大，形成持久稳定的影响力。福建，关键词爆款。超变战陀。福建少儿频道大玩家栏目《超变战陀校园挑战赛》走进泉州、漳州、莆田、宁德四大城市。四大城市，13所学校，超150个班级，10000多人参加。战陀泉州城市争霸赛、漳州城市争霸赛的活动现场，莆田赛区、宁德赛区的比赛，福建超变战陀城市争霸赛泉州站、漳州站、莆田站、宁德站，四场比赛超过1600人参赛，热血沸腾，火力全开。通过电视栏目带动，超变战陀升温发热，成为爆款。山东，关键词频次。超变战陀电视争霸赛桂林站、泉州站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山东少儿频道战陀学院栏目在潍坊站、济南站、邹城站、滕州站、惠民站、兖州站、淄博站、章丘站举办超变战陀电视争霸赛，取得圆满成功。山东省举办月赛11场，每场平均400人，共计4400多人参赛。周赛2065场，参赛人数突破20000人。高频次的密集赛事将超变战陀推向巅峰。江苏，关键词深度。战陀王全国电视挑战赛江苏赛区六一陀螺电视挑战赛，小选手们纷纷登台，带着自己的战陀伙伴一较高下吧。江苏优漫卡通来玩吧超变战陀栏目三场电视大赛参与人数达1000多人，其中五一电视大赛300多人，六一电视大赛400多人，
城市挑战赛300多人。两次进校园，一次进教育机构。其中，徐州翟山小学300人参赛，徐州铜山新区实验小学全校1500人参赛，教育机构100多人全部参赛。江苏省举办大型活动23场次，参与人数1404人，推广次数3073场，共计30000多人参与超变战陀赛事。浙江，关键词效率。我是 Peter，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那今天要和同学们一起来玩的是我们的超变战陀。浙江少儿频道小智去玩吧，超变战陀栏目拍摄16场校园大赛，其中杭州12场，宁波4场，每场参赛人数在100到200人之间，共计2000多名战陀迷参与大赛。浙江全省推广活动1031场，共计20000多人参与赛事，以高效的线下赛事、广泛的线上传播，推动超变战陀越战越强。一组又一组的教人数据，推动了 IP 形象的快速渗透，拉动产品销售，奠定市场基础，铸就了超变战陀的强大 IP 影响力。一场又一场的热血赛事，让战陀迷们感受到超变战陀带来的创新与激情，在对战中领受超变战陀勇往直前的精神，爆发最强能量。媒体联动， IP 爆棚，三宝玩具超变战陀合体叠加，能量爆发。